这是人吧？这个世界表面上很正常，可有些奇怪的地方，即便是科学解释以后，仍然会让你感觉不安。因为让人不安的从来不是未知，而是那种明明是真的，却完全违反了你的直觉。今天我想说的就是这五个地方，听完以后你会开始怀疑，我们所理解的物理规律是不是只适用于那一部分我们看起来正常的世界。在美国死亡谷，有一片沙丘会发出声音，这当然不是风声，而是沙子本身发出的声音，低沉巨大，像地底有什么东西在移动。现在让我们先听一下。这是人吧？The dunes are singing. Wow. 科学家说是沙粒共振，但在这个世界上，沙粒统一的沙丘成千上万，可真正会发出声音的只有这里，而且每一座沙丘的音色都不同，像是他们有自己的声音身份。你会突然意识到，这些沙丘之间好像会聊天，只是我们不知道如何去听懂。好吧，沙丘会聊天就算了，更诡异的是，有些地方连图案都是自然画出来的。我们接着往下看，在纳米比亚沙漠有成千上万大小一致、间距统一的圆形空地，有点像天然的二维码，或是外星降落点。几十年之间，科学家给过两种解释，说要么是白蚁，要么是植物之间的竞争，听上去都很合理，但没有任何一种解释是为什么它们如此对称，为什么间距像数学算法，为什么规模大到像地球皮肤的细胞。研究的越久，越像是在看一个自然界自己运行的系统，而不是我们理解的生态。它好像是大自然经过计算后得出的产物。如果说这里是通过自然计算得出来的，那么下一个地方会让你怀疑你的大脑是不是被取消计算了。在阿拉斯加有一段坡路会让你失去方向感，水会往上流，车子挂空挡后会自己上坡。你站在那里的时候，你的眼睛说这是下坡，但你的身体会说这绝对不是上坡。科学解释为视觉错觉，但所有去过现场体验的人都会说同样一句话，这个解释我似乎仿佛好像也许是听懂了，但是我的身体却很诚实。你的视觉逻辑与身体感知会互相打架，短短几秒会产生一种世界被重写的感觉。而说到这种感觉，下一个地方的逻辑比这更离谱，海底居然出现了一个湖。在某些海底会出现一个非常不合理的景象，水的下面还有一个湖，是的，是湖，它们有岸，有湖面，甚至有波浪。这些湖其实是高岩池，密度大到连海水都沉不进去，所以从侧面看，你能看清楚这一条湖面线，就像是两个世界的分界。潜水员只要穿过那个湖面，身体就会瞬间抽搐，因为这里面的盐分浓度接近化学液体。那一刻你会觉得世界不是连续的，它们是分层的，而你刚刚闯进的就是下一层。刚才我们看见了海水之下的第二层现实，但世界上还有第三层，在冰层的深处，光会被压成永不结束的夜色。在地球的某些角落，有时候光是被吞没的。在冰岛的火山冰洞里，你会看到一种完全反直觉的颜色，蓝得像夜空，像是在白天出现的蓝色永夜。这些冰洞是火山喷发后的熔岩通道，被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冰层覆盖。当阳光透过厚厚的蓝冰层后，红光被完全吸收，只剩下了短波蓝光被散射出来。结果就是你站在冰洞里，四周的冰层不断地发出蓝光，让你感觉好像置身在无尽的夜里。这不是修图，也不是滤镜，这是物理本身在展示一种超现实感。冰层越老，蓝色越深，光线越弱，夜色越强，你甚至能听到冰层内部缓慢移动的咔嚓声。当你身处这里时，就好像置身于一个完全不属于人类的维度里。大自然没有违反物理，它只是不断地提醒我们，物理规则不是固定的，只是我们目前只理解了人类了解的那一部分。而有些地方太极端、太安静、太巨大、太规律、太奇怪，以至于科学解释的越多，你越会觉得解释只是入口而不是终点。如果你还想看这类主题的第二集，或者你觉得地球上还有哪些地方不正常，欢迎留言给我。